后半部分要在个腰两边夹，好似绑住佢向两边，唔好俾佢弹翻埋啊！可知我个我字系低音嚟噶嘛，佢先可以向下啦，即系同我哋今堂课嗰、那个，即系嗰个讲嘅低音嗰个部分咧。好，第一次你哋。然后这个生字了，余生不想，这个、那个、生字的发力点是在哪里发力？是的，应该在这个线面上面，然后个方向呢，余生这个肌肉向外，余生好像你掹那个气球下来的嘛，是向下掹，余生不想追忆中，再来一次这个生字。有冇感觉？有。Very good。其实咁样嘅一个 example 咧，就系话仲要再细少少啦。我哋前。即係前幾次咧，係執嗰啲大嘅方向，但係仲唔夠㗎。即係個細緻度咧，係要落實到每一個字，尤其係嗰啲發力嗰啲點咧，全部要到位嘅咧。咁你個感覺咧，即係話先會慢慢清晰啊，成個個 structure 啦，發力點啦，嚇你知道同埋做得足咧，仲有一段距離咯。Very good， 就係咁樣嚇。好，繼續。门前甚至被窝，也像你刚来过。这个个来同埋个过字，个来字要向外拉住佢，也像你刚来呢度掹住，然后个过字垂直九十度向下过。OK， 啊，个来字就好考功课。好考功夫啦嚇！個來字靚啦，個過字少咗一樣乜嘢？係啦，個發力點嘅先後啊，係腰先。喉頭再跟，係咪？個喉頭係好懶嘅喎。Hello， 啊，個喉頭唔能夠主動壓佢落去，壓都壓唔到嘅，係咪？也像你剛來過。
你一选过，快乐夹着痛楚，我总苦苦。无意你说过什么，不可能透明刺伤我，可知我如心不想这么处的去度，梦是甚至比我。也像你刚来过，你的声音都仿佛差不多，你消失的结果，怎么可伤心比起最初手得多？You're too strong.